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五个关键字：研究工具的费用利弊以及适用人群对比。一、复杂、劳动密集且耗时，是做 SEO 的三个特性。同时，关键字研究又是非常必要的一部分，因此工具的作用也就得以凸显。单数百种不同的工具，你该如何选择适合你的工具？看完以下五个工具，再权衡利弊也不迟。一、Google Ads 关键字规划师优点数据，直接来自谷歌关键字规划师的突出优势，是由谷歌作为可靠的信息来源。关于搜索量、竞争行情和页首出价的所有信息都是准确可靠的。免费关键字规划师是本文介绍的五个工具中唯一一款永久免费的工具，它可能不具备其他订阅服务或一次性付费的软件的特殊性能，但胜在免费、便利的功能或受好评的三个功能是，你始终可以访问过去12个月的历史数据，你可以保存关键字，并轻松将其添加到即将推出的 Google Ads 系列中。你可以添加搜索参数，以方便的筛选符合你目标的关键字。不足没有关键词竞争程度，分析关键字规划师不能够发现竞争对手的关键字，或执行任何关键字竞争程度分析，结果有限。与本文中的付费服务相比，关键字规划师具有一些数据短板，它不区分单数和复数情况，搜索量结果显示为范围，可能精度它返回的关键字建议有限，你最多可以输入三个关键字，谷歌的返回结果不超过2000个。国际性关键字规划师在谷歌并非是井号，一搜索引擎的地区效率会明显降低，比如俄罗斯人偏爱使用 Yandex， 而中国则是百度。二、SEMrush 收点庞大的国际数据库，基云的 SEMrush 具有多功能性，并拥有海量的关键字数据库，其中包含超过 4.5 亿个域的数据和超过94亿个关键字。在进行国际关键字研究时，你可以为备选关键字选择特定国家地区，并通过搜索量、关键字难度等数据获取多个关键字建议。直观的界面在一众关键词研究工具中， SEMrush 的 UX 用户体验受到了广泛认可，它直观的 Keyword Match Tool 可以轻松实现过滤器，以优化你的结果。关键词竞争程度分析 SEMrush 与众不同之处是，它不会单纯的向你提供关键字列表，而是向你展示你的竞争对手关键词排名，这样你想要趁虚而入也会容易得多。它使得你能够即刻开始优化容易实现的目标，并发现可能错过的搜索词。不足 SEMrush 仅从其自己的数据库中提取关键字建议，而不是使用辅助关键字研究方法，如谷歌的自动填充、相关搜索或关键字组合。这意味着对于某些利基产品，特别是至于国际研究而言，它能提供的关键字建议可能非常有限。经济实惠的套餐限制了关键功能。 SEMrush 有四种不同的付费套餐，但每个计划都锁定或限制了一些重要功能。例如，免费套餐虽然价格相当具有吸引力，但它每天只限制性允许你进行10次搜索。如果是要进行关键词研究，它的 Pro 套餐只允许你尝试500个 SEO 关键字想法，后期流量分析的成本可能高于软件本身。 SEMrush 不支持流量分析，你需要每月花费额外200美元去了解一些需要跟踪的关键指标，例如访客参与度、营销组合、使用的设备等，或是比较不同的网站进行基准测试、分析营销趋势等。三、Ahrefs Keyword Explorer 优点深入洞察，在你输入备选关键字之后， Ahrefs 返回的每个结果都会带有大量信息，包括首页竞争分析、搜索量、更多的关键字提示、突出显示相同关键字，这有助于你衡量每个关键字的实际流量潜力。匹配关键字难度系数，几乎每个关键字研究工具都会为其结果分配关键字难度系数，但 Ahrefs 更为特殊，它能够分析谷歌首页搜索结果所需的反向链接，并打出更标准的关键字难度系数。结果更国际化， Ahrefs Keyword
Explorer 3.0 在谷歌的基础上新增了9个搜索引擎，包括雅虎、病因和一些重要的国际搜索引擎，如 Yandex、 百度、 Naver、 Dom 和 Cessna。 不足关键词研究的单一性与 3U 是类似，而 REF 仅从其自己的数据库提供关键词建议，可能会限制某些利基产品的关键词提示，尤其是在国际细分市场。 Yandex 自动填充谷歌相关搜索或 WordMix 等内置工具的集成，可以为结果增加多样性。经济实惠的套餐限制了一些主要功能，与 3U 是类似。如果你使用最便宜的$99每月 Lite 版套餐，你的 SEO 工作可能会受阻。在 Keyword Explorer 模块中，你的关键字列表会被限制在5个，每月仅支持100条 SERP。搜索引擎对关键词查询的结果页面更新等，没有免费试用。大多数 SaaS 关键字研究工具都可以让你在提交之前进行免费试用，但 RF 需要你支付象征性的费用。即使是 Lite 版套餐和 Standard 版套餐提供的为期7天的试用。四 Keyword Tool，LU 点国际 SEO 的良好开端。 Keyword Tool 可从多个谷歌语音界面生成关键字建议，使关键字选择与你定位的国家、地区和语言相关，这也使其成为创建基础性国际关键字列表的有用工具。经济实惠，你可以免费使用 Keyword Tool。 在其免费版本中，你可以收集700多个关键字建议。